急不急啊？大家好，来欣赏霸王打陈家禄的对局哈。那陈家禄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哈。哦呀，这一波直接打晕了。好，重拳葵花死掉了。八神这个破角色是真的强哈，太容易打晕对手哈。其次可能就是天鹤了哈，所以说他们的出场率贼高啊。去晃一下发波，嗯，继续发，哎，漂亮，前冲后撤，打防守反击，打岔合，包套路挺多的哈，全都是规避套路啊，过不去啊。虚晃一下啊，又想打插合，追不上。哎，这把应该是遥感拉后了哈，想下一葵花的导致串招了，下一的话一般拉前下哈，不容易串招。想打单发确认那就更加不可能了， AB 躲掉，下地继续发波，过不来的啊哥们儿。这些没有一线中以上的高手，遇到霸王真的要被包子虐啊。奇怪的是这个霸王明明用包子都赢了哈，后面这个包子居然不上了啊，不知道他在卖什么药啊。啊，的确过不来，这能 AB？ 刚才节奏好一点的话要吃必杀了啊。哪能 AB 吗小伙子啊。被欺负了，被欺负了！好，终于赌中一个 AB 了。这种 AB 赌中啊，你要多少次才能赌中一次啊？还能还来？哇，这反应不错啊！一个失误马上就可以抓住机会，直接跟上超杀。噩梦啊，走漏啊！王八拳。点清脚吗？漂亮哈，厉害，宝哥。好，关注修修，不宜走丢。